顶尖高手的必杀技扫面法，我们开始吧。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就是一，这个三过来哈，这个三下来，这个就是三。好，那我们知道 A2 是往下了，所以我们知道它是五四配哈。那这边不能放四，这个就放什么四 ？OK。那再来呢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二上来，这个就是二。再来呢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就是六。那 S3 是什么配？七配，七配，这个就是七。这边不能放七，这个就是这放七。OK。那再来呢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个九下来，这个就是九。那再来呢，这个九上来，这个九上来，这个就是九。那我们看第八列插哪个，插五八哈，这边有五就放什么八，这就放什么五。OK。再来呢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七上来，这个就是七。那 A2 是什么配？二九配，二九配，这个就是九。这边不能放九，这个就放什么九 ？OK。再来呢，这个九上来，这个九上来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个就是九。哦，再来呢，这个九下下来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个就是九。那九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。再来呢，这个八上来，这个八下来，这个就是八。那 B3 是什么配哈？七二配，七二配，这哈。那七二配的时候，八多一点，那八多一表示什么？九三配哈，这个就是什么三？这也是什么三 ？OK。再来这个五杀下来，这个就是五。这个差一个就是什么是 S3 是什么配？三四配，三四配，这个就是是啊。那三四配时候九多一的，那既然九多一表示什么七一配哈，或是九多一的是什么二八配哈，那一样都不知道在放哪里哈。再来这个七杀上来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就是七。来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七上来，这个就是七。哦，那再来呢？这个七杀下来，这个七杀上来，这个就是七。啊、哦，那七呢？七叫怎么样？七 bingo 了哈。那我们的 A2 是什么配？四五配，四五配哈。这边不能放四，这个就放什么四？哦，那再来这个四杀上来，这个四杀上来，这个四过来，这个就是四。再来呢，这个四过来，这个四过来，这个四上来，这个就是四。是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。那我们看第六行插什么？二八哈。那这边有八就放什么二，这就放什么八。那再来这个二杀过来，这个二杀上来，这个就是二。好，那我们看第八宫差多少？差二五哈。那这边有二就放什么五，这就放什么二。OK， 再来这个五杀上来，这个就是五。再来呢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五上来，这个五上来，这个就是什么五？再来呢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就是五。好，那我们知道 B3 是什么配？三九配。那三九配八多一点，那既然八多一表示什么六四配哈，那这边就是什么六？那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一 ？A2 是 A1 呢 ？A1 是什么？五二配，五二配哈。那这边就是什么二？
那五二配的时候，九多一的，既然九多一表示什么？六七配这个就是什么？六，这也是什么？六 ，OK。那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？八。那再来呢？这个二杀下来，这个二杀下来，这个就是二。好，那再来呢？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上来，这个就是三。再来呢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上来，这个三下来，这个就是三，三bingo了哈。那我们看第四行差一个就是什么一，那第六宫差什么一六，这边有一就放什么六，这就放什么一 ，OK。那这个一杀过来，这个一上来，这个就是一。那第一宫差什么一八哈，那这边有一就放什么八，这就放什么一 ，OK。那 B one 是什么配二一配二一配二一配，那既然二一配五多也，既然五多也表示什么九六配，这个就是什么六，这也是什么六。好，那这边呢？B1 也是什么配哈，四八配，四八配，这个就是八，这也是什么八。那 A2 是什么配，三八配，三八配，这个就是八。那 B2 也是什么配，八六配，八六配，这个就是六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了。按赞打开小铃铛，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。分享出去，使更多时间体力可以加老师的 LINE。读书读顺序，初级、中级、高级、图形初级、图形中级、图形高级麻辣。